各位亲爱的师兄师姐，还有各位线上的菩萨家人，大家好。那接下来法语普论啊，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上来的开示是身心不动转世为止啊。那其实我们修行啊，上来说修行就要修到身心不动。像今天很巧啊，其实每次这个主题都很妙，像欢喜说慈济里面，不管龙轩师姐啊、小五啊、刚才的辉雄师兄啊等等，是不是都有提到啊这个身心安住的问题？好，那有时候人有很多烦恼，你烦恼要能够转世成智啊，啊就可以化解这个烦恼。那要怎么做呢？啊，上来有一段短短的开示，只有四分多钟啊。那我们待会用心来看上人的开示啊。这是上人在十几天前吧，啊，我每天都有熏法香啊，熏法香现在重播化成玉品，上人开示化成玉品提到的一段啊，四分多钟的开示，不过他当中会提到啊，方便品里面的经文啊，那这个很妙的，待会我会来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们现在就用心来观看上人这段开示，来，请播。方便品啊，有安尼一段经文，大家唔知会记哩无？我素做道场，观世亦经行。以三七日中，思维如是事，我所得智慧，离妙最第一。那众生诸君顿呐，六六其所蒙，如是之定类，因何而可得？这是的。方便品来的，咱上经的经文嘛过啊，吼，咱听的时间嘛过去啦，应该呢，大家人爱真用心嘛，再回归过去，思考过去，听的话，吼，那身心不动，心不动。就是唯一即情啦，心不动呢，就是妄念即灭啦，这叫做心心不动。那要修什么行？都爱修干呢，就是爱心心不动。啊，心心不动呢，开始初想爱先学，安尼做。吉祥坐，行莫坐，吼、哦！啊，吉祥坐，行莫坐。你若扛得起呢，你两只脚会疼，你才会当扛得起呢。福慧两足伫人群中啊去付出，你若未扛得呢，伫这个所在坐着，那你哪会扛得呢？入人群中去呢？所以咱必定爱身心不动啊，辛苦咱愿意付出。那当着困难呢，绝对无退心。这呢叫做身心不动，这叫做寂静，这叫做寂灭一切烦恼。所以啊，这就是咱爱学佛，学佛呢无比其他的代志。上重要呢，咱要安怎立心？时时呢，都是爱体会佛性呢，无离开咱。咱本具佛性，无始无始以来，常住不灭啊。其实，咱要安怎样回归咱真如本性呢？咱都爱好好。在人群中啊，锻炼咱的心，咱家己的心好好审查一番呐。咱有本具无量清净的大圆境地啊，咱的智慧是伫咱日常的知识中啊，咱转识为智，那会当安尼呐，咱付出都是无所期望。众生本具佛性，唔通过五百数
十万亿，那有他劫？真久真久的以前，那其实咱即时、即地、即时，咱的时间、空间呐，在人间这个时阵，就是大通地生活现前的时阵，所以咱爱时时多用心。好，非常感恩上人的开示啊！这段开示短短的啊，四分多钟。不过，因为它碰触到很多重要的佛法，你看要找到我们的真如本性啊，要转世为智啊，是不是？啊，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法，修到身心不动啊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一段啊？那个，这是上人在十天前啊，大概2月12号啊，《熏法相》重播。这个化成玉品里面啊，它的一集啊，身心不动，垂得佛智。因为大通智胜佛哦，他十劫做道场，那诸佛法不现在前，哇，他这个做那么久，然后这个佛法，这个真如啊，他要的这个大法都不现在前啊，所以上来这讲很多。那要怎么样这个大法这个才能现在前，然后你的才能见到你的真如本性啊？所以有这一段的开示啊，那。因为在讲这一段啊，大通智胜佛，他坐在这个菩提树下啊，金刚座上，哇，一坐不只是一劫、一小劫、十小劫，啊，都诸佛法不现在前，那诸梵天王这些啊，各种的天王啊，都来护持他啊，有天花啊，然后还有天鼓啊、祭月啊，来供养他等等护持他。那上来在讲这一段文的时候，就引用到。方便品啊的一段文啊，我始作道场，这个我就释迦牟尼佛，因为上人是讲大通智胜佛，他跟释迦牟尼佛两个对照啊来讲，这样大家比较容易理解。那整个我跟大家报告啊，我常常讲说，整部华经最难的方便品，方便品是讲给上根听的，方便品讲出来的时候，只有舍利弗懂啊，后来舍利弗被受记啊，到了第三品批品。佛陀就给他受记，所以方便品他的经文读读，以前就读，我持这个经大概持十几年了，每天我都会读好几品这样啊。那持经啊，那我念一下这一段，刚刚上来有讲，我始作道场，这我是释迦牟尼佛，观述一经行，于三七日中思维如是事，我所得智慧微妙最低。好，就是说这个就是指释迦牟尼佛他的心境啊，他在成佛之前啊，这个三七日中，因为三七日你三七二十一嘛，要静下来啊，你静思维，所以静思维很重要。做道场啊，道场在哪里？像处处是道场啊，有人有众生的地方，苦难众生的地方，都是我们的道场。说法的地方当然是道场，有众生需要度的地方都是道场。好，那这里是指他在菩提树下的道场啊。那以前的道场都在森林当中，所以会观树一惊喜。好，你这样，那他三七日要静下来，所以你要得大法，最重要是静思维，啊，静思维很重要啊。那他在想什么？他在想，啊，他得到的这个智慧啊，是最微妙、最低的。他在想，上来有说他在想怎么度众生。哦，对，原来你要得智慧，还是要度众生啊？不同的众生要怎么度？如果每一种众生你都可以度，哇，这个智慧就非常高啊，非常微妙。好，可是问题就来啦。我问大家，众生好不好度？娑婆世界众生怎么样？刚强难度，有没有这样的话？我读到这一段呢，就很感触。哎，众生诸根钝，浊乐痴所盲啊，如斯之等类，云何而可度啊？佛陀就会感叹啊，感慨。那其实这众生在说谁？说你们吗？还说我们自己？我读经文的时候，也想到说，哦，对哦，我们也怎么那么钝？有时候上人讲那么多次还不懂。好，想了很多次才懂。我说你要去度众生，要有智慧。好，他待会上来讲了一个啊，这个舍利弗啊，去度一个这个婆罗门很富有的这个婆罗门长者的故事。所以众生是不好度的。好，那所以这段文就是，那我们要自己要深刻体会到众生诸根钝，浊乐痴所盲。我们有没有贪着嗜乐？然后有没有盲点？
对，如果有的话，我们就是这个众生啊，我们都是众生，芸芸众生。那我们的的确，我们的根啊，慧根是比较钝的啊。那所以，那可是佛陀他很慈悲啊，因为你要得那个大法啊。刚刚不是说这个大通智胜佛十劫做道场，诸佛法不现前，要得大法那个 key 是悲心要启动啊，你的悲要启动，因为我们都很钝啊。可是佛陀他始终不放弃我们，他有那个悲心，他有那个智慧来度我们啊。所以佛陀想到啊，众生诸根钝，着乐痴所盲，如是智等类因何可度啊？所以他就讲到这段文，那上来提醒说我们要去复习这个文啊。那今天我是帮大家复习一下这样啊。那三七日啊，三七日刚才我已经讲了，其实我刚才在前面都直接讲。上来就说佛陀那三七日当中是他在思维如何说妙法化度众生。所以像刚刚那个 Podcast 也好啊，或是什么小五他们讲了，龙轩他们讲了，是不是都是在讲如何度众生。诶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好，这个你要想说，诶，度年轻人你可能用年轻人的方法。好，你契机。好，你要契他的根基。就是那个环境、对象、时机、方法都要合。都合的话你就度得到。啊，那佛陀他是大觉者，有智慧的人，他都会想这个。诶，我这法要怎么说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这个你这个妙法就越可众心，然后诶就会进到他的心里面去啊，来化度众生。所以这个我画一个图啊，这些图都我自己画的。我每天心法像我就画一张图。我今天有汇集好几天心法像的图给大家分享。这个你今天要得这个大法啊，这条线。我那天就你看我们日光灯，传统的日光灯有个 starter， 有吧，启动器。你要修行也要个启动器。启动器就是起你的悲，你的思维修里面的悲心的思维修，然后你就会那愿意发无量心广度世间众生。所以那个启动器就是你的悲心，然后悲心启动以后，三七日静思维。那释迦牟尼佛他如今佛做三七日静思维，释迦牟尼三七日啊，你知道大通智胜佛他做多久？十劫做道场啊。可是因为他的寿命很长啊，你看这个540万亿那由他劫啊，那这个我们释迦牟尼佛只有80岁啊，啊，所以也上来说这样也是很合理的啊，这样，所以你要去想，那修行注意啊，修行就要通达道理，圆满成佛。那你要通达道理，要圆满成佛，你一定要启动你的悲心，好，然后这个就对了啊，才会开始修。那修的话要常时修啊，这样，那。上人在讲这一段的时候，他有去，因为我有把好几天的这个文啊综合在一起来跟大家分享，好，因为法都是一样的啊。那这个他就刚刚不讲到你要度众生要有方法哈。那这个在佛陀那个时代，王舍城啊，他有一个这个舍卫城啊，不是王舍，舍卫城当中啊，有个这个梵志啊，就有一个婆罗门，他是很有钱的，可是他很。坚定啊，他都不舍得布施，他觉得人家可能崇拜我或是羡慕我是因为我有钱，所以他赚了钱，他很爱赚钱也很有财富，可是他都舍不得布施。好，那很多人要去度他都度不到。那后来这个舍利弗就看啊，这个看到因缘成熟，他就想，因为他这个啊有钱的这个婆罗门啊，他每次这些比丘来包括任何人来布施，他门都把他关起来，或时间到他知道哎，中午了，那这个比丘都会来托钵，他就门把他关起来，叫管家说六门给他关起来，不要给他们进来。就舍利弗很有智慧啊，他就会哎观察观察，找个机会啪就进去度他。好，度他就他看哎，这个长者在吃饭，一般我们当然是会啊布施嘛，可是他也不理他，这个有钱的婆罗门他不理舍利弗，站在那边，所以还是微笑啊，微笑，哇，很有礼貌，就很清安自在，站在那微笑啊。那个有钱的这个婆罗门他继续吃饭，吃饭一看，哎，这个哎哇，这个比丘怎么态度这么好，都没有生气，然后还站在那边啊，还是非常非常有礼貌的啊，站在那边微笑。哇，那后来他
那个用那个他管家不是拿那个水啊，给他这个漱口啊，他漱完口，他走过去，他竟然把那口水吐在他的钵，说这是给你的啊。那那个舍利弗还是微笑，啊，那他说啊很好啊，这个感恩你啊，这个等等啊，还祝福你，他就一样给他祝福啊，所以这个是舍利弗啊，你看他。这个长者这样对他，他你看他有没有展现他那高度的智慧跟 EQ？ 好，哇，那结果这个长者这个吓一跳，那个舍利弗不就离开了吗？拿着他的口水离开了。那你猜舍利弗会怎么办？把口水倒掉吗？还是把口水吃下去？你会怎么做？哎，对他，所以你要有智慧啊！你把它吃，我就想，哎，你把它吃掉也不对，把它倒掉也不对。哎，舍利弗很有智慧，因为他度这个有钱的这个婆罗门，那这婆罗门看到这个景象，他吓一跳的，他想说：“哇，这舍利弗，这个比丘出去，他会不会害我啊？拿去施法，这里面有我的 DNA， 有的口水，然后这个他对他施咒，那我就完蛋了，对不对？哈，他说：‘哎，派他的家丁说：‘哎，你去跟踪他，看他到底做什么。’就舍利弗就拿了这个钵里面的口水，他就去和着那个去拿一些泥土啊。”把这水和在一起，然后铺在佛陀经过的路上来供佛、供养佛，用它，因为这是算这婆罗门的布施嘛，那个和成土，那来供养佛，那让佛那佛陀知道了就微笑配合他，好，这样，然后这个家丁就回去跟这个有钱的婆罗门讲，哈，这个，他哇，他一听。他说啊，这个他们是这样做，这样做，好，他们是这个，就是这个佛陀，他本来是一个这个啊，可以做继承王位的这个哈、啊、转轮王哈、啊，但是他出家做沙门，他们这个都是做纯粹是哈、啊、在修行啊，他没有什么，他要度众生啊，没有什么坏意。结果这个婆罗门就深受感动，然后就很忏悔，就赶快带着全家大小。来到佛陀的面前，有没有？刚才有这张图，有吗？来到佛陀面前求忏悔，那佛陀也给他说法，给他祝福啊，等等。所以你看，要度人要不要有智慧？要不要有 EQ？ 对啊，好，所以能够有这样，所以度人哦不容易哈。上人讲这个啊，这个就是他说每个人呐开始修行，哪怕是舍利弗，他也同样了解未来要成佛，要成佛。就要先入人群观察众生，众生的烦恼无明很多，要用不同的方法去度他。所以像刚刚那个婆罗门长者啊、哦，很多人去度都度不到，一定要有智慧啊、哦、才度得到啊、哦。那刚才这一段文不是说身心不动，像我就很喜欢这个部分啊、哦。我们一起念一下那个从身不动开始念，预备开始，身不啊，心不动。妄念即灭，你可以修到威仪即性，修到妄念即灭啊、哦，不起一点妄念啊、哦，哇，这个是不是厉害？修行要修到这样啊、哦，这个才是真正的身心不动啊、哦，所以这个就很重要啊、哦。好，我讲快一点哈、哦。那上文刚才有没有讲到那个吉祥座？好、哦，还有这个降魔座。那这个就结跏趺座啊、哦，这个很简单，其实。脚跟手是一样，因为我有学过打坐。你以后像我以前怎么记，你知道？左上右下有吗？降魔坐，那右上左下吉祥坐。那因为以前我那个我学打坐那个老师教我说，这个假设这个静这个动，我是这样背的，我教给他背啊、哦。以静制动，就是你静可以自动就降魔嘛，这样懂吗？左上右下以静制动，你的动。假设动，一般人的动都烦恼很多，就魔啊，对不对？你有这些四魔啊，什么魔哈、啊，这种各种魔，好，心魔好，所以这些魔，那以静制动，好，就可以降魔啊。那倒过来，你可以以动制静，你的动已经安定了，有没有吉祥了，就变吉祥座，你可以，好，所以这个哈，右上左下，左下右上，你可以这样看啊。那上人在后来的，他其实这开示很多。很多天，你知道？那这个到后来，他还有另外一段文啊，绕佛臂一心合掌，哈、哦。那这个后来我才知道，哦，绕佛是也可以。刚刚不是那个这边要习妄念嘛？有没有看到身心不动是
是不是要心不动？是不是妄念即灭？妄念即灭有很多方法啊。绕佛也是，因为我们常常在出这个绕佛绕法，有没有啊？原来绕佛是什么？要你要表敬啊，你的恭敬。那习那个习念还什么习诸妄念？还有你看哦，一心合掌有没有？合十之掌就是上人说合掌的合十啊、哦，合十是把所有的烦恼，这些是代表所有烦恼合起来，好、哦，然后把它化掉，合成一心，把它消化掉，这叫合十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、哦，那所以把这妄念都习掉，所以一心合掌啊、哦，就一虔诚。所以我们这个要身口意都要虔诚啊、哦，这样才可以啊、哦。那这个要转世成智啊、哦，我给大家看那个啊、图好了哈、哦。他讲一下这一章，我时间剩不多。那上人其实讲这个，就是说你诸佛法，刚才不是说大通智胜佛十戒做道场，他要的是那个佛法现前，佛法现前就看到你的真如本性了。那真如本性上人讲很多，后来他讲了好几天了、哦，有不同角度切入。其中一天讲如炉，有没有听过如炉？如炉就是说你那个最后那个炉啊、哦，就是真如本性现前，你的真如本性就跟佛的真如本性一模一样的时候，就如炉。有没有心中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你的心跟佛的心一模一样的时候，就叫如炉了。这样简不简单？我再讲一遍啊。什么叫如炉？你修到你的心身心不动，好、哦，净极清澄。那佛陀有真如清净的爱，你也有真如清净的爱，就叫如炉。那众生也可以，那、啊、这个是人人本具，你要相信。那上来就开始说，刚好他除了人是这样，一个团体也可以这样。他就跟马来西亚讲，马来西亚那时候2015年在演绎水忏，他台湾水忏演绎，台湾做得到，你们马来西亚可以做得到，大家都做得到，都可以做到如炉。好、哦，那如果你没有那如炉，有时候也不容易啊，那会有状况。很多人为什么你看不到你的真如呢？因为你的真如妙智清净本性被无明覆盖啦，你的烦恼妄想执着这些啊、哦、分别都是无明。好，你的什么见惑、思惑、尘沙惑，都是我们把它盖住了。那这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？这时候最需要的是闻法。就像各位为什么来这边这个啊熏那个读书会，佛陀都有转法轮，上人都有开示。那我们要闻法，那转迷为悟啊，转世成智，因为心可转境，就不会受境转啊。那再讲一章啊，我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哈。那另外有一种状况，刚才是说这种状况是基本的。你的无明啊、哦，你的这真如被无明覆盖，你就要闻法啊、哦，转迷为悟。好、哦，那这个转迷为悟、转世成智，记住叫多用心呐、啊。转五识为成所作智，转六识好、哦、微妙观察智，转七识为平等性智，转八识为大圆净智。你大圆净要出来，你的眼耳鼻舌身意都要用心。好、哦，那这个就可以。那另外一个，万一你还是痴迷不悟，像刚刚很多师姐走不出来的，好、哦、师兄老公过世了，走不出来，或是很多悟啊、很多迷，或是老板跑掉跑路了，然后那个痴迷不悟，啊、或是外面的境界，有时候我在熏法的时候啊，也会感慨说，对呀、啊，有时候啊会懈怠啊，啊有时候又会安逸啦、啊，又干嘛干嘛去了，真的会被诱引出，这时候你要发大忏悔，忏悔即清净。啊，记住三无漏学戒定慧修得够不够好，持戒有没有清净好，然后定力够不够好，那智慧够不够？有时候你不能解决问题是定慧智慧不够啊，好没有法啊。那有时候你戒没守好，怪不得你因没守好。我问你，因不好果会不会好？你想要早起，你晚上都不早点睡，你当然早上爬不起来。你早睡就会早起啊，早睡是因嘛，早起就是果啊，这么简单道理，可是你会被很多东西诱引去的。所以三无漏学要做好，要提高警觉。有时候是你警觉性不够，这可能明明有诱引，可能有诈骗啊，人家拿这个来诱引你啊，你一下就被他诱引去了。所以提高警觉是非常重要的啊，要时时精进啊。那我想我今天时间关系，我就分享到这里，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啊。好，祝福大家啊，都能够这个转迷为悟，转世为智，感恩大家，感恩。